我聞到好犀利嘅，好濃烈嗰啲味，我嘔，我隻眼就咁，即係隻眼就俾佢辣，就話好痛。林女士同妈妈住喺上水天平村一个自治公屋单位30年，一直都住得舒舒服服。点知3年前开始，屋企突然被一啲不明嘅离奇气体侵袭，从此佢哋要同呢啲神秘怪味搏斗连场。开个露台门，点知上边佢抽咗啲唔知乜嘢气体喺上面抽落嚟，我只眼就咁，即系只眼就俾佢辣，就话好痛。揦到好痛，即刻我就揾啲濕毛巾敷眼啦。因為有一次我嘔，我聞到嗰啲氣味我嘔。身體最誠實，林女士話身上各種不適就係拜離奇氣味所賜。打999，我話我報警，消防係好快嚟到。第二就係救護員嚟到，第三就係警察嚟到。嚟到之後喺度揾個儀器 check 完之後個，我話冇毒咗之後嗰、那個。救護員同我 check， 話我體温好高，37.9，然後話血壓高、心跳高，要我入醫院。同埋我嗰陣直情攤咗喺度。呢種氣味傷人於無形，86歲嘅媽媽日聞夜聞，聞到百病纏身。喉嚨又暈，扎下扎下，眼又摸扎一扎。好似白宮咁喎，睇到毛叉叉好慘噶。咁咧條頸嗰啲鼻有少少流鼻水咁樣黑黐，同埋揸住條頸啊，想吞口水落去，唔使吞就咳兩咳，差唔多窒息。我點解今日俾佢搞到咁樣咧？冇得揾食，仲要成日睇醫生，同埋。唔夠開胃。夜晚黑12:20，又係嗰啲高壓氣體氣味又嚟啦，好似嗰啲鐵鏽味、水金屬鐵鏽味咁嘅味啊！好辛苦啊！而家係朝頭早9:15，我已經淨塊雞又變曬色。都唔知系边落嚟嗰啲气体气味，好辛苦、啊。离奇气味神出鬼没，不定时入侵林女士屋企。究竟呢啲神秘气味来源系咩？初我系空气清新剂嗰阵，我觉得系空气清新剂，就谂住系闻下就算噶啦。之后慢慢越嚟越犀利啊，里面夹杂其他嘅味喺入边咯。啲气味咧，通常喺边度出现噶？喺个门口嗰度飘入嚟，然后再严重啲嘅咧，就喺个露台嗰个柜子呢度，这个位置飘入嚟，仲有呢度厨房嗰啲气味咧，喺呢个砌线度传入嚟。怪味渗入屋企每个角落，避无可避。不过点都唔可以坐以待毙，点都要揾方法对抗。我系用呢部空气净化机，系想令到空气好啲。同埋用呢個風扇係想吹走佢啲臭味。本來係一個安樂窩，如今令人寝食難安，屋外嘅世界反而變成佢哋嘅避風港。因為屋企嗰啲氣味招到我哋，連煮飯都煮唔到，咪出嚟食咯。因為我好想喺屋企煮飯嘅，但係每次煮飯咧都暈啊，暈完之後又煮翻飯，所以餐飯好辛苦，只有得有餐飯食咯。一日三餐都系出街食，有家歸不得嘅感覺咯。問題拖咗3年咁長，點解至今仲未解決？原因係呢種氣味極為離奇，只有林女士兩母女聞到。你隔離有冇聞過啲咩異味啊？冇聞過。有冇冇任何？冇。你住喺度幾耐啊？幾廿年。都從來冇聞過。冇。係類似空氣清新劑咁嘅味有冇啊？冇。冇啊！我一定冇。你住咗幾耐喺度？我哋始終好耐㗎。告訴別人，別人即是你自己敏感啫，你自己緊張啫，直情可以說我，你是不是壓力犀利啊？我不是，我是一個正面的人來的，樓下的那個座台保安都知道的，
即係見到我以前是正正常常的，點解呢幾年咧個眼又變成咁，個樣又變成咁，即係好無奈，佢都見到我。依家咧就下晝嘅六點，我哋喺呢間屋咧逗留咗接近四個鐘。嗱，由露台咧行到屋嘅任何一個位置，其實我都聞唔到任何奇怪嘅氣味。神秘氣味究竟係真實存在於呢個公屋空間，定係林女士兩母女心間呢？假如真係有怪味，又係咪真係嚟自樓上單位？呢晚我哋就想去一探究竟。Hello， 我哋係東張西望噶。系，你方唔方便同我哋倾几句啊？而家方便噶，唔好意思啊。系，因为咧，你哋楼下咧就话你哋经常咧都有一啲不明嘅气味啊，想即系问翻知唔知呢件事啊？系，可唔可以倾几句啊？我而家楼上唔回应，离奇气味喺我哋拍摄过程中又从来都冇出现过，唔通系两母女过敏，定系纯粹嚟自两母女嘅幻想呢？正当连我哋都怀疑气味系咪真实存在嘅时候，一位关键证人出现，佢就系曾经到访过林女士屋企嘅朋友啦。十九号夜晚约我9:50。我入到去阿林小姐个房间嘅时候咧，我就系闻到有种好似噏噏地嘅味道咯，同埋好焗嘅。当时系打开咗窗嘅，令到我眼好涩。闻咗逗留喺房嗰度逗留咗一阵好短时间咧，个头重重，好聚咁样嘅，好唔舒服嘅，令到我好似觉得呼吸好困难咯。原来不止陈小姐，就连大厦保安员都曾经闻过离奇气味。嗰啲碱液味嚟噶，佢又好臭喎、啊。好臭啊！有一阵加埋阵臭味噶，好似屎味咁嘅。冇搞错啊，好臭嘅啫。你闻唔闻到？闻到啊！一阵好似屎味噶，我头先闻到呢阵味咯，好似屎味咁啊。明明自己闻到，明明有第三者作证，点解三年嚟都系解决唔到气味滋扰呢？林女士呢几年嚟不断都向各个政府部门投诉，仲有向管业处求助，但系都不得要领。今年2月15日，系楼下管业处个主任约见我，同埋楼上个户主代表、个副经理。同埋個主任，同埋個業主法團個主席一齊約見樓上，一齊傾咯。傾之後佢話佢都俾人滋擾，即係話佢自己都係受害者。係咩受害者？佢都聞到空氣清新劑嘅味。係啊，因為個主任佢喺屋企都話聞到有某個地方聞到啲空氣清新劑味。如果楼上住户都同样闻到呢啲神秘气味，咁来源嚟自边度呢？我哋就呢次事件向管业处查询过，对方回复管业处表示，曾经多次到访林女士单位，楼上同楼下楼层嘅公众地方都冇发现到林女士所指嘅异味，而有关政府部门亦都曾经进入过林女士单位，用仪器测量气味以及调查楼上同楼下楼层都冇任何发现。你话冇味，佢话有味，认真扑朔迷离，有又好，冇又好，总之林女士同妈妈嘅日常生活都受到影响，个个都提议我搬咯，但系真系冇能力咯，我梗系希望其他部门嚟帮我手啊，嚟抽取我屋企嗰啲空气样本啊，知道系乜嘢嘢影响到我咯，睇啲气味喺边度嚟咯。